万物都从主而来。思考题四：天使说平安。我也曾与天使讨论平安。我说，当城市上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结束时，或个人之间的敌意和分歧结束时，他们称之为平安。他们认为内在的平安只是我们在焦虑被扫除时的心灵宁静，特别是事情顺利发展时的宽慰和喜悦。但是天使回应说，这种心灵的平安，这种焦虑被驱逐，以及事情顺利发展时的宽慰和喜悦，可以看作平安的效应，但它们不是出自真正的平安，除非是在那些专注于属天良善之人，因为平安只发生在此良善之中。平安实际上是从主那里流入这些人的智内，并从智内降下步入他们的低层本性中，导致灵性的平安、灵魂的解脱以及随之而来的喜悦。摘自《天堂与地狱》第290节。核心理念：我们认为平安出现在冲突结束时，或事情按我们的意愿进展时，这在物质层面上当然属实，但从灵性层面来看，事情就有些不同了。在这里，史威登堡提出了另一层面的含义：内在平安是只有当上帝显现我们之内时，才能真正体验到的。因为平安其实是主浇灌进来的。反思，回想一下你卷入冲突的时候，也许是纯粹与某人产生分歧，也许更为严重，例如与朋友、家人或你的同事发生激烈冲突。描述一下你在对抗结束时的情绪，你是否曾感受过属灵的平安？如果感受过，可否将其与冲突结束后的感受做出比较？可否将其与你最近经历的美好的一天的感受做个比较？